这也太大了吧。弟弟说这个火山小，今天就带他去做一个大火山爸爸。首先需要一个大纸箱，接着再采一个高度差不多有10厘米左右的可乐瓶。火山的中心可以用可乐瓶和一次性杯子来做哟，然后用热熔胶固定。再接着拿出透明胶带，拉出一个火山的形状，接着就轮到旧报纸上啦，用它来做火山爸爸的身体。再拿出一点旧报纸和胶水来给火山爸爸穿上外衣，接着就是耐心的待胶水干透啦。哇，这也太大了吧。你们想不想知道之后我会把这个超级火山爸爸做成什么样呢？关注我哟，下集更精彩。今天的问题是用这个火山爸爸打一个四字成语，关注我，看看你们长知识。